这个歌好，非常好啊，非常满意。我有问中过。感觉啊，啊没什么唱嘛，就那么一点点而已哦，多简单啊！对哦，这个就很简单，就很简单。啊，老师，老师你好，你好。其实我们对这首歌也没有很熟，感觉好像比较容易。其实这首应该在这个歌里面应该算是最难的。三一八九。对。所有的火力值都投送了在三幺八九。之前看叶少的歌，哎呦，好吃啊，好吃，简单了。结果进去之后就啊，快点啊！有人三一八九这首歌是这么多歌最难的。